不大，就在脸上，哪里？这脸上吗？又一个空投，在3、4、5很远很远。捡过，人捡过这空投吗？谁捡的？平底锅，吉利服，2MP，可能是把狗砸或者立交记吧，然后再换个吉利服。3、4、5还是空投，好远呢。空投，不要开在跟前啊，或者开在反斜坡，或者开哪里？不要去了，试一下。下面防区是不是有人啊？下面防区有人，看见没有？下面防区，哎，不要去，好多人。死了！我操，这敌人有多富啊？对，好像是有点穷。真穷，真穷啊！就我就前几子弹。真穷，这真的穷在讲。走吧，这个房区不好等。有车过来了。房子后面，房子后面。开走了，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他们走了。找了一个，进房子上架枪，去房子上架枪打他们，全残了。就撂倒一个。直接补的。还有12个人哎呀！啊，开车去搞他。这个车会飘，我的天！有烟雾这边的就有人吗？车根本停不下来。去扶，你去扶他。仓库里刚才有个人，有个人进去了，有个人进去了，有个人进仓库了。仓库里有人，仓库里有人，最后个是仓库。牛皮，没药。我连药都没有，赶紧捡。你要的迷你，钱也好穷。好像这边还有两个盒子。开车走人，出来了。这是关键急救包。出来了，快快溜快溜！赶紧赶紧，走。嗯。
不要开到直接开到自动阵型啊，先开到毒圈边上就行了，慢慢打，最后不需要吃都没事。很好的，我们刚好在山上，反正先不打别人，啊，又要跑多，直接跑吧。我们直接进圈吗？直接进圈，这最后一个圈了。左边有人，一队人，一队人，走，撞开那个敌地服。停车，哎，走，我们是个反斜坡啊，哎，前面有人，前面山上有人，就一个，这好的，就一个山上，看他，走。刚才能看到那个敌地服了没有？我天哪！草丛里面，草树后面，草丛一号230，还有一个4号275，一号看你的，好，可以先扶3号，先扶4号，没事，我们在圈里面呢。这个车真的是，哦，那不是的，那个老鹰趴着的没看见，我也看了半天，后面他站起来了，我只剩一个急救波了，我的天，没事，没甲没头可以解下空投。我的甲剩一丝血，我的头剩1/4，我还得换个几包吧。多捡点雷。打到一个石头后面。Enemies ahead. 啊，就这么刺激了，啥都没挣。啥都没挣。